这是杜光亮办公室，当初伊予人关，原来中午有偷走出来过，而且阁是伫个百货公司被夺走，变作是黑旗集团前一天。我就是前一天死的，袂像你拄好，这一定不是卡合。原来伊真正会晓唱醉，这相片看起来，杜光亮潜水技能，敢那足厉害。假使讲伊早就藏伫水内底等我，迄嘛是有可能的。那就讲会通啊！彼时阵，除了陈忠信以外，我并无甲任何人有恩怨啊。到底是谁挑故意要夺我的性命？朱晴天，你走来我的办公室做啥？竟然无人得顾，我去变数一下尔，就让赵六来作贼啦！杜光亮，怎啊？作贼啦，搁敢这么大声？卖抓准你是记者，我来惊你啊！你把阮蒙子逼落台，你家己真紧卖落台，而且比阮蒙子搁较歹看。我歹看。敢会有你做歹代志，才换来荣华富贵，真是歹看。你是伫讲什么笑话啊，小妹妹啊？这个世间所有荣华富贵的人，双手拢是垃圾的，比我较垃圾的，加啊落几堆，坐到敢那山的。你若要乌新闻哦，拜托的，你找遐大咖的，莫找阮这个细咖的，无价值啊。就是恁这小咖助纣为虐。才让大咖有机会吃铜吃铁，就亲像你啦，做遐尼侪歹代志，竟然会当用神经无正常的理由就互爆出来。你讲，你是毋是出来替人做歹代志？对、哦，我就是神经无正常啊，安那？所以我即马若万不哩，也你的头伊拢变，也是摕刀啊。但你身躯拄几刀啊？迄嘛是拄啊好尔，就算我放掉你未，也无代事啊。你若是出来，我关去精神病院，你嘛唔惊？我是要惊啥？你无听过啊？有钱破生，无钱破死。我好恁爸金嘛，总有钱的啦。今仔你甲我确定是要安怎？明仔载看是要踅街，还是要畅水，在我欢喜啊！恁爸无得惊啊！你真爱畅水吗？坐驾出来头一件代志，就是走去畅水。你着唔惊你歹代志做伤多，予水鬼掠到底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惊水鬼，水鬼惊我差不多啦。你也不知道有几只水鬼是我送去的。你真正有做这款的代志？我你现在是在说什么？我来闹脾气啊！你说你是不是真正有走去畅水，害死别人，变作水鬼？
今嘛到底是你讲啥？我拢听无。啊！你敢讲清楚？你是不是坐家无几工，就把我的旧衣说到你掺水？你知我去掺水？杜光亮，你现在？今天，今天，今天，你来了吗？你来到家了。王依林啊，是不是你叫这口来我办公室偷摕我手机啊？哈！我叫伊偷摕你的手机啊，创啥？想啥？你要创啥？嘿，拢卖完啦！今天真有可能是找洗手间找无找唔到所在，做这块误会啦。找洗手间找到我办公室来，难道我的手机啊，伊咪当作是洗手间的扫文摕唔到？哦，杜董。你看你办公室有啥物物件放去？你甲阮高中陈刘伊讲，我会当袂想嘛？啊！你这狗囡仔，想讲有陈东俊做你的靠山，你会晓摆啊？莫去甲我当作是囡仔，即马咱大家拢白单，有啥物不满，针对我来。伊林，你甲今天怎做？加高啊！今天，阿祖，哥哥。我这个宝贝啊，甲他孙哦，一个为英哦，转来都去电视台报新闻，真正有牛哦。我甲恁阿祖哦，拢有看你报气象呢。嗯，我即马改做采访找新闻啊，我来报气象啊。哦。当初阮老家倒台，嘛有去列队着人家，后来因阁予杜光亮趁虚而入，下家农家散脱。我有听阮阿嬷讲恁家的代志啊。子生阿姑，看你的表情就知影，只是哦，我都搞认出来。这无怪啦，这几年哦，我是变较济啦。阿姑，不管你变做安那，你还是真哩漂皮。阿妈，你看，记者就是记者，真敖讲话，而且啊，个女大十八变。啊，对啦，啊，坦多我看你哦，一直咧看迄边，安怎？男朋友啊？啊？你有男朋友哦？啊是倒一个？啊，那么紧介绍互熟识？无啦，对。林宏，我知影你是志翰，又个晴天时大，我叫汪依林，阮三个是好朋友。依林足有能力诶，伊较早伫咧学校就是学霸，啊，即马嘛足关心公共议题，啊，即边诶公听会就是伊牵成诶。哦，啊，遮少年哦，遮尔啊关心社会，啊，搁遮尔啊重才哦，以后一定足有出头诶。我两个宝贝啊，甲咱孙。都要麻烦你多多照顾啊！无啦，志翰甲晴天有较厉害，我只是牵线尔。志翰替我出出问题，晴天负责采访，我就希望吼，阮会当替这个社会出一份力啦。阿祖，嘿，小乔，你不是困中昼，你怎来遮？伊伫吵讲要找阿祖，要找阿公，叫伊困拢不爱困，都归去甲带来啊。王巧巧啊，你今晚唔困哦，到时阵按时食饭去度孤。早点吃就不会度孤了。这个囡仔讲话哦，那真尔啊古锥啦。啊，伊讲话口气哦，让我想起来自真细汉时阵，啊，讲话哦嘛是安尼呢。那有啦，当然嘛有，妈你还阁会记诶？自真细汉的时阵，差不多巧巧这个年纪啊。啊，该困中昼的时阵，伊唔困啦。啊，对大人哦，安尼哭哭死啦。有一间，我嘛对子生讲同款的话啊。对呢，伊当阵子生哦，可能甲巧巧同款啦。甲你硬讲，暗顿较早食哦，伊就袂度过啊。巧巧，你哪会甲子生同款哈？同款得人听。恁家倒一个青鸟，怎叫孙子豪的？
我就是孙志豪，有什么代志找我就好啊，莫去牵连着无辜的地主。你啊，你就是迄个什么甘马山、柳丁山迄个带头的哦，真正是空头毛，唔知影死活呢。既然西人遐的地主抢什么连锁书啊，你是家己招的，你敢知影钓着什么了？闽州人目睭内底敢若有钱，文盲属实，基本是牛老百姓。我看，恁这是家天照的，真正是找死哩！等下，哪是我找来？有什么问题？找我就好。黄一林，你即马靠说家己是五山集团的金孙，朱新天，你想讲你背后有一个总招大伯，所以你要做小白。啊，不过恁即马这两个靠山，拢甲我绑做伙，做我的肉骨呢。平常时啊，互恁顶一下威风，凊彩肥肥的，我就卖插你。啊，不过你若真正要跳出来动大家的财咯，伊代志就无遐尼简单啊。你还想清楚，你若真正要安尼怀差了你走，代志乌白母，等于我一定甲恁的士大讲，到时阵恁要后悔就袂有啊。杜光亮，你卖伫遐哦，放刁威胁人，只要阮伫个。你又莫少想你个垃圾手，藏入去阮一片山地啦！啊，你这个老伙仔哪会遐搞话啊？你上好是跟我较细意个哦！不准欺负他们！宋万金，又搁是你，我拄着你就无好代志，到底来遮创啥？我跟小小要去倒位，是跟你有甚物底代啊？我警告你哦，莫阁想要拍小小的主意，阮爸妈已经领养伊啊。你听好清楚，不管是土地还是小乔，拢不是你会当卡袂啦。我可劝你，赶紧离开啦。莫要白目啊！阮客伯是代人，你是伊的亲生后生，才一直替娘的，莫伫遐忍痛生气咯。客伯，这种不正的囡仔，唔得甲教是一个这恶的乖啦。莫伫遐起家动手啦，若要吃亏的，不一定是我。试看卖咧。欺负老弱妇孺，就见笑嘞。杜光亮，你带两个孙仔来，你又唔惊？你后生看你无？哎，等下，像是后生啊？你看伊啊，这面皮哦，比牛皮佫较厚，我看伊是无也无紧。我今日看子孙的面子，莫甲恁计较。啊，不过你莫欢喜了，上早。谁会唱到最后也不知道。行，